阴历是农历吗？阴历是农历，农历俗称阴历，是我国传统历法。由于农历本身含有节气概念，所以农历是阴阳合历，取月相的变化周期及朔望月为月的长度，参考太阳回归年为年的长度，通过设置24节气以及闰月，使平均历年与回归年相适应。农历是定历，它具有天文年历的特性，能很好地和各种天象对应。直到今天，由于历法中有节气变化，跟农业种植活动密切相关，在农民的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